天气方面，预测晏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，亦都有一两阵骤雨。今晚大致多云，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，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。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大致天晴，持续酷热，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。而家气温31度，相对湿度76%，紫外线指数是5，强度属于中等。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风险，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。休息翻嚟有其他消息，段合杰。随时。